果有一天你的求婚被女友嫌弃，你是否需要有人帮你一把？如果有一天岳母要你彩礼，你是否想到自己梦中的惊喜？如果那是一个你不满意的婚礼，你是否会选择我们好再来婚庆公司？好再来婚庆，来自马栏山深处的力量。彩排的现场啊，今天是我们十一大抽奖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将现场挑选一对情侣，赠送我们好再来婚庆大礼包，想不想要？这样，我们的规则是，有请我们现场的摄影师抓到一对幸运的情侣，来吧，摄像机摇起来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是你们两个吗？挥挥手，哇！来，弟弟，大头弟弟，赶快评价一下。哎，豺狼配虎豹啊，这是。我看你是三豹，这是郎才和女貌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为了体现你们两个情侣的恩爱。麻烦你们抱一下，抱一下就可以获得我们好再来婚庆公司提供的五折优惠卡。哎，结一赠一啊，谁结谁合适，谁结。他不抱，不是不抱，时候未到啊。五折优惠不够，那叫四折，三折，两折，一折啊。干啥呢？哥呀，这折扣太诱惑了，我寻思咱俩不是，我跟我女朋友结婚的时候我用。你账都没用给我放下来。哎，这些天天你知不知道今天咱有什么事要干呢？哎呀，有客户等咱俩彩排呢是吧？别一天稀里糊涂的啊。哎呀，我忘了我给他。呀妈呀，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喂，脸人呢？哎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哎，我们这场婚礼彩排呀，特别的重要啊！啊！哎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你听得见吗？啊，这听得见啊！好，那你听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个新娘啊，她一个人结婚，对，这个新郎啊，他突然就走了，逃婚了。但是这个新娘她坚持结婚，所以你们见到新娘不要瞎打听，免得人家伤心。我一会儿就过去啊，你们千万不能给我搞砸了。哎呦，我那个老老板，这是二级的网啊，他用周震南手机打的电话呀，他说啥意思？现在我已经分析出来了。这对新婚夫妇，特别是新郎，在结婚之前觉着自己要的是自由，而不是大海，也不是森林。然而他毅然决然地决定逃婚，而新娘一个人想完成这场婚礼，因为他彩礼收了挂不住脸儿。所以说我们要给这场婚礼彩排定个主题，叫做消失的新郎。安排不上啊。怎么的呢？司仪没到，堵路上了。你完蛋玩意儿，你不是咱俩有经验呢、对不对？关键时刻咱们俩就得顶上、来，准备好接下来迎接美丽的新娘。走你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停！放这首歌，我怎么感觉把我嫁到了内蒙古呢？Sorry，
这歌多应景啊，是不是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新娘新郎跑了咱再找啊。新郎跑了，不是我的未婚夫。哎，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，老板说了不让打听。那个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的服务宗旨是离顾客的婚礼近一点，离顾客的隐私远一点，真诚的办婚礼，远离私生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专门为你这场婚礼准备了个应急预案。哎，什么预案？你换个日子再结吧。不行，我的婚礼必须要在明天。要不我换一家婚庆好？别，马上就能准备。我跟你说，婚礼马上就能彩排上。大锁弟弟啊，来，走。天上的喜鹊叫喳喳，地上的人儿要成家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单身有时候也挺好啊。接下来，请我们美丽的新娘伸出你的左手，再牵上你自己个儿的右手，然后往前走。那个是这样，你别紧张，虽然是你一个人，但你要相信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，气势气场，再走曲儿，走你。这首歌已经放了第二遍了啊，我受够了。Sorry， 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喽。这首歌多应景。我看你有点不正经，你还一天正经。那什么，那个别着急啊，这音乐放错了是放错了，但是你看下面的环节，来往下走环节。爱情国一线牵，正式结婚好时辰。这位新娘不是人，她是仙女下凡尘。怎么样啊，就我们这套主持词好不好？好，老套啊。说咱俩老套，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个词儿了啊。你们是祖传婚庆吗？就不能来点新颖的吗？新潮。我们做这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跟你说没被别人嘲讽过啊。你给我们来点新潮的呗。来来来来，姐妹们，真正的魔鬼要来喽！看这位帅哥，天哪，长得多帅呀！再看他这张脸 ，Amazing！ 我的妈呀，也太长了吧！加量不加价，所有的女生，所有的女生听我的，嫁他，嫁他，嫁他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词儿可以啊，哥，我都种草了。我你算不算种草的？是这样，这位女士啊，您听我说，这个词呢好不好咱先暂且不说啊，主要是啊，我们确实没有接过一个新娘结婚这件事儿，实在不行那就完成您的许愿，您换一家婚庆公司吧。哎，我有办法。哥呀，你借一下新郎走个流程那不就行了吗？这瞎闹，我这单身那没当过新郎啊。彩排要紧呐，一会儿老板该来了。来穿上。你干啥呀你这？你不是以前当过群众演员吗？是不是群众演员？那个群众演员是群众演员，但是你说演新郎那玩意儿行吗？来，演员请就位。你看我表演的行不行？你的表演啊，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这怎么的？他评价你的？他不是评价我演技，主要是我，你看我也不是正规的呀。哎，等会儿，正规的来了。此时已莺啼草上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观着他们已经中途今日暮暮山。你好啊，新郎，你终于来了。什么新郎？他是我们村最正规的司仪啊，同行啊。嘿，我不是你同行。那咋的？新郎呗，那就是。哎呀，也不是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赶紧彩排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天上的喜鹊叫喳喳。说过了啊。爱情国一线牵。说过了啊，没事啊，来，我替你想了一段啊。来，
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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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呀，我长得好帅呀，嫁他嫁他嫁他，我就说是同行吗？你这啥都知道，我怎么弄啊？你这一句一句的，我的个乖乖乖乖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叫乖乖？这是我男朋友对我的称呼，你可别随便乱叫啊，小胖子。你也配？他说你也配。 我配不配的你心里没数吗？行了，哎呀，你也不是我喜欢的型。哎呀，我怎么就不行？你俩别吵了啊，继续彩排行不行？来，开始。看，新郎新娘多般配，天造地设是一对。新郎，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不是，不是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一下啊！我想问一下哈。啊，怎么的？就是这种扮演，这好？你觉得这事好吗？怎么这不大喜的日子，这不你结婚吗？咋还不好意思呢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，这不是你媳妇儿吗？难不成还是我媳妇儿啊？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亲一个，好，亲一个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我只想跟你说一句，兄弟啊，你想的挺开呀、啊。快快吧，来，停！你们这个公司啊，太不专业了，尤其是你这个小胖子。他，怎么的了？他凶我。没事，他不知道情况啊。我说不来。非让我来，我十一挺忙的，后面好几个活呢。啊，哎，他凶我！不是，你别走，别。我就是想好好结个婚，有这么难吗？哎呀，一会儿给我 obligate， 一会儿给我 sorry， 这跟我之前对的完全就不一样。不行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要投诉。哎，住手！老板，对不起，姗姗来迟。你来的正好，跟我投诉，来的正好。你也不用多说了，这个场面我已经猜到发生什么情况了。你们两个，站好了，说，刚才电话里我是怎么嘱咐你俩的？你刚才说，新郎，哎呦妈呀，怎么呀，我哇，好了，新娘就一个人结婚，很清楚。我好像明白了，信号不好，你们两个一句没听清，是不是？你俩有没有常识啊？听不清话，连日子都不知道吗？明天什么日子？国庆节，大阅兵的日子。我的电话里是说，新郎是一位军人，婚礼之前接到阅兵的任务就去集训了。新娘呢，就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完成婚礼，最后决定一个人在婚礼现场跟新郎远程视频结婚。让你俩搞得这个乌烟瘴气呀、啊！赶紧道歉。哎呀，这是那个新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也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，向您说声对不起啊。诚挚的跟您和新郎说一声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没事，这不都误会吗？是，我也有责任啊。我不让他俩多问呢、啊，就是怕他总提新郎的事儿，您伤心。伤心？嗯。我为什么要伤心啊？我们的爱情幸福着呢，不是你幸福？你看看，你说那有的是时间，你非得要明天自己结婚，明天是十一，为什么偏得选择这一天呢？你们不懂，因为这一天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2016年的10月1号，那天你回家探亲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你穿军装的样子好帅啊。后来你就成了我的女朋友，虽然我经常因为临时任务放你鸽子，但是你一直都很理解我。2017年的10月1号，我们约好了一起出去旅行，可是你突然接到任务取消了假期，于是我把目的地改到了你部队所在的城市，结果你给我来了一个部队双人7日游。
你不懂，那叫妻子的浪漫旅行。转眼间到了2018年的10月1号，我们谈婚论嫁了，一起装修新房子，可是你回来不到2天又走了。不过这次我还挺开心的，这样家里装成什么样你就住什么样。从此我就有了一个粉红色的卧室和一张 Hello Kitty 的床。谁让你放我鸽子的，我说过了，家里装成什么样你就住什么样。好，都听你的，都怪我。今年的11你又放我鸽子了，不过这次我不怪你。参加70周年阅兵是一名军人莫大的荣耀，受阅一生光荣。我知道今年的11是祖国的大事儿，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也想把我们的人生大事儿给办了。之前的11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完，所以婚礼我一定要在明天完成，这样的话以后每年的11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亲爱的，谢谢你这几年一直理解我体谅我，身为一名军人，身许国心许亲，此生为国此心为你。你守护国家，我守护咱家，你好好训练，别给咱们湖南人丢脸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